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今天雨过天晴了啊，现在9点钟，咱试一下这个车现在好了没有啊，不好的话就得叫维修了啊。今天这个叫旺哥帮我开啊，因为呢他有驾驶证啊，咱没有，咱只能坐副驾驶。别跑猫了，一加油门都走，这都是好消息。亮吗？亮。没了，这个亮没事。啊。也凶。得找维修了。嗯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哎呀，咋这维修这车胎不知道搁哪修去了？手头电话吧。搜搜吧，搜搜电话，搜搜电话，就让人来不中，上门服务，上门服务，检查一种，就对对，咱检查一种。哎呀，不好整。哎呀，这咋弄啊这？啊，愁死！哎呀，给那个卖车的打电话了，他给问一下，问一下电话，修一下哈。耽误事。一共开了没有俩小时呢。刚才给专业修新能源的师傅打了个电话啊，他过上20多分钟就来了，在这里等着他来了，让他看看是什么情况就知道了。他一会儿都先都亮着俩灯，一转眼拖到修理厂了啊，他这个得架上去检查。真是哎，王哥，喝水吧，车上有水啊。上午咱吃啥去？简单吃的都中，先把车弄好吧。中，没啥大毛病，应该。先把新这个事儿给解决了。哎呀，都是这个涉水了啊。车现在架上了啊。哎呀，检查一下啊，好好检查检查。这啥品种啊？这是？啊？看不清楚了，这里边进水了啊！哎呀，检查结果出来了啊，给放在这里维修3天。刚才师傅是这样说的，就是说那个打开看了之后，他插上那个电表之后，检测出来这个里边啊，就是说进水了，得把那个电池的壳子拆开。然后呢，今天那个车架子他们在用，还没有时间啊。他说修的话都是说，我问他得多少钱，人工费得500块钱，就是说工时费，这个另外换东西再算钱，今天呢是修不好了啊，他这个大概估计要3天啊，明天等他的消息吧，他说拆开要烤干什么的，这个具体这样的电车咱也没修过哈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证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下雨了。打个车呢还得回去啊，仓库的水的话还得想办法，哎呀，整个车再送，不能耽误人家这个客户的需求。12点了啊，到干饭的时间了。干饭心情再差也得吃，那你咋弄啊？我给你吃着吧。中。弄点肉吧，咱看看。这猪皮多少钱呢？猪皮12一斤。12一斤。猪头肉的？28一斤。28。称点吧。买了这个22块钱的肉哈，有个8两，咱吃这个吧。啥干饭啊？这个是？蹦肉干饭。头会认那个字儿，这顿饭没白吃，多认那个字儿，吃撑吗？这咋卖了？这6块钱一份行。6块一份，对啊，中。来吧。在这吃饭。我在这吃。哟。都不行，凉拌也可以。中。好。坐坐。很棒。吃呗，尝尝它这个，蹦肉，这个丢到这饭上面，哎呀。
哎呀，飞进来，肉垫多了哈。你家那个没带铺肉啊？没事是吧？哦。我这点儿真背啊，刚买的车就进修理厂，耽误事儿，里外一拐1000+又没了，光修修我估计都得快小1000了，是吧？是。哪里修啊？那你咋弄？还指望啥呢？就是咱不能卖了他去，下回再碰见这个有水的地方都不去了呗，是吧？还说啥了？哎，嗯，好吃，还行吧？可以。嗯，这个米吃的不能。嗯，比粥还好吃的。哎，看看一下我打电话咋说吧。在家我都没睡着，今天不是过了。心是大，这我得找个车就得送回去，你不能把人家活整了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客户这边还是不能断啊。嗯，吃饱再说吧，中不？吃饱再讲其他事。嗯。